2004年，圣严法师获邀在纽约联合国哈马绍纪念堂演讲，提出全球伦理观念，获得不少回响。日后，圣严法师支持国际间一项重建全球伦理的计划，并且从2007年开始，以现代全观的角度提出以心灵环保为核心精神的新六伦运动，期望借由推动家庭、生活、校园、自然、职场。 和族群等六个面向的伦理，来帮助社会与人心能够净化平安、快乐、健康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社会呢是祥和的、是平安的、是快乐的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让这个愿望实现。怎么来做呢？摄影师傅提出了新六轮运动。问候师傅好。好，小姐。新六轮。 顾名思义，里面有轮子，有心字，是不是？先请师傅我们解释一下。再您心目当中这个轮，伦理的伦，还有新六轮的心，我们这颗心，它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轮子就是人与人之间，或者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，叫做轮。这个理呢，是一种准则。 也就是说，跟万物，或者是跟任何对象相处的时候啊，一定有它的准则。没有准则就不合伦理。那这个心的意思，不是新旧的心，而是我们的良心的心，发自内在的自心的心，也就是自己的这个主张。 想法、观点和自己的一定的这个原则，把握住。我们在这个六轮实践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有我们的心在里头，自己想要怎么做的，不会受到其他外界的。 状况的影响啊，而改变自己的初衷。但师傅，您是在什么样的观察或什么样的醒思之下，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需要新六轮运动？它的开始是什么的呢？是我在参加联合国的宗教领袖的活动，我发现呢，宗教领袖彼此之间没有问题，一谈到他们的族群呢，哦，就有问题，这个很糟糕啊。因此呢，我。 在联合国，我曾经发表过一次演讲，就是谈这个伦理。我主张呢，有个全球的伦理，这个是未来啊，一定要去做这样工作。那这是我就是发起啊，发动啊，新六轮的主张的原因之一。嗯哼，所以师傅其实您是看到了在社会上的很多的现象，也希望。 谋求一个解决之道，所以特别提出了这个新六轮的运动。那么待会儿呢，我们就请圣严师傅来跟我们谈一谈，在这个新六轮的实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又怎么样能够发自内心，然后真正成为新六轮运动当中的中间分子呢？我们马上回来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圣严师傅针对新六轮的每一轮呢，来我们介绍一下该怎么样具体实践。那么首先谈的呢，就是家庭伦理。照说一个家庭的组成是以爱为基础，那为什么还需要有家庭伦理来贯穿？准则是什么呢？原则上很简单，就是互相学习、互相包容、尊重，另外呢，还有互相的关心。 爱护这几个准则非常简单，但是很不容易做到。没错。因此呢，我经常啊叮咛这些新婚的夫妇们呢、啊，夫妻是伦理关系，不是论理关系。<笑>那夫妻之间呢，总有你长我短的，你多我少，在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。
那就是不要包，要叫包容了，哎，要互相的学习了，学习如何包容他的短处，这个就是我的成长，就是一个家庭的伦理的基础。包容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在包容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提升自己，同时也是增长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法门，在家庭里面是如此，其实我们在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同样也是如此。在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遭逢各种各样压力的这种环境当中，应该做什么样的转变？这时候师父所提出的生活伦理哈，尤其让我们能够深思。我最记得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，需要的不多，想要的很多哈，人就是欲求无限，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如此，对于很多的大自然的资源的开发取用也是如此。那么如果当我们回归本心，建立心流论里面的生活伦理的时候，师父您的提醒是什么？一个人的一生之中都是在生活之中，所以对于啊生活环境我们需要负起责任了。生活跟人有关系，生活跟所有的物质环境有关系，因此呢我们要对我们的年代我们的环境呢、要负起责任来，负起照顾的责任，负起啊奉献的责任，奉献呢服务的责任，这一些呢就是生活的态度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都要我们去经营它，我们去经营，那这个环境就变成是一个好环境。如果我们不经营，破坏环境，那这个环境就是个恶环境。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生活之中，不管是哪一点，从时间上空间上哪一点呢，你在哪个地方就要把它弄干净。经过师父这样一提醒才发现啊，这其实生活伦理就是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每个当下，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警惕心也好，一个提醒，一个呢报答众生，也给别人欢喜的这样的一种心意，那就是一种生活伦理的具体实践哈。嗯，看起来是小事情，但是它蛮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回归本心哈。了解了家庭伦理、生活伦理、心六轮的其中两个重要的环环相扣的环节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校园伦理。想问一下师父，过去我们觉得校园伦理里面好像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，不过师父特别点出来，其实家长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哈。那师父对于老师、对学生、对于治理学校的人，包括校长，还有呢参与学校事务的家长，分别有什么样的期许呢？家长啊，首先把家庭教育做好啊，先打好基础。进入学校之后呢，这个家长呢应该把这个孩子啊就是委托给学校了，委托给学校的这个环境里边所有的人呢要信任学校，这个是互动的，互相的。作为一个老师来讲的话，老师就要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亲生的儿女来看，你把他当亲生儿女看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处处关心，事事关心，关心他的心理状况、身体状况以及他的学习的状况，全方位的关心。对啊，你刚刚提到有家长有老师，可学生呢，学生也不能就是我只是接受满满的爱啊，学生也要自我要求啊。作为一个学生呢，他的责任是把书读好，把学校里的规则规约能够服从，对于自己的功课做好之外，要感恩学校里边的每一个人。所以啊，这三者的关系缺一不可。一个学校不管整个的校风也好，或者整个的环境它的一种形成，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。在这次的新乐轮当中，我们也分别请到了蔡依林，还有呢张小燕小姐跟林青霞小姐，在他们的认知跟实践当中怎么来诠释。
家庭伦理这四个字来讲，它好像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，但其实呢又跟我们息息相关。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头，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，其实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。几十年来我工作的时候，或者发生很重大的问题，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我的父亲给我影响很深刻。他常常的几句话，或者他一生当中做的一些决定，都是后来我会跟随他的脚步。所以人生当中你不知不觉的家庭伦理对你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。生活伦理是食衣住行娱乐的生活层面的心灵守则。如果能将简朴不浪费的概念深植于心中，然后自然地表现于外，那行为就会合乎生活伦理。请大家响应圣严法师推动的心六轮运动。我觉得成绩不是唯一的，但是我觉得伦理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要尊重家长，你也要尊重老师给你的一些言教或是身教。那我觉得家长也要多给老师一些空间，让老师可以在不同的小朋友因材施教，让他们可以正常的，然后更开心的成长，然后老师在他的职责方面可以让小朋友可以很开心的学习很多事情，能够跟圣严法师一起推广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。学生从学校里面、校园里面学习告一个段落之后，通常都会进入职场哈。师父在心六轮里面特别提到了职场伦理，您所看到的这个职场伦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？职场的伦理，它的问题啊，就是在于大家是自私，这个员工自私，那个老板也自私，那这个彼此的关系就变成了互相的对立的。在职场里边呢，这个老公和老板就是经营者之间呢，应该互相的感恩，员工感恩这个经营者，聚合着我们这批人呢，那共同能够生活，共同成长。老板经营者也需要啊感恩，对，相互感恩，感恩所有的员工共同的城市。这样子想的话，你会对员工很感恩的一种心情呢，来照顾他们，来给他们更多的福利，是这样子。员工的向心力跟忠诚度自然会产生哈。进入了21世纪之后，全人类所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气候变迁、全球暖化。而事实上呢，也就是在各种环境的因素的提醒之下，让我们愈发的觉得自然伦理非常的重要。请问师父，这个自然伦理是不是就是从我们当初讲的自然环保、地球环保的概念衍生而来的呢？这个环保的概念呢，自然环保就是人呢跟自然的关系，人跟自然的关系就是自然伦理了。自然的伦理